这是一个教你如何在网页回复论坛帖子的说明。首先进入你想要回复的帖子，然后在网页右侧 Select Language 中选择 Chinese。接下来，如果你想要回复整个主题，请点击在网页右侧的添加评论按钮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回复其他人的发言，请找到你想要回复的那人，然后在网页左侧点击回复评论按钮。